好，今天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分和偏分哪一个更洋气。其实这两种发型呀，不存在哪一款更洋气的比较，不同的脸型适合不同的发型。中分对五官的要求会更高一些，比较适合圆脸的女孩子。如果发际线不是特别的规则，或者是想要通过头发来对脸型起到一定的修饰作用，就可以选择偏分的发型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，拜拜。